怎么样子保护自己的家园，最重要的是决心。一把扫帚讲的是决心，不要唱衰自己，最重要的是展现决心，而不是只有在飞机几架、大炮几支、飞弹几个，而是有没有决心。至于最后动算，剩下一根扫帚都要跟他拼，也不是我发明的。纳粹要征服英国，英国人上下一致，就说就算最后剩一把扫帚都会拿起来，怎么样子保护自己的家园，最重要的是决心。一把扫帚讲的是决心。